要代表我们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对于我们这次护照，就是第二代晶片护照这个护照内页的这个问题，造成这个整个社会大众的关切，然后我们要再次感到抱歉。那这几天呢、我们经过几天来，我们就跟央厂技术部门我们密切的研商，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就是不会影响我们整个护照整体的防伪功能跟安全 的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看看有没有一个尽量就是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的方案。那我们最后研究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请中央印制厂他们就是设计一张护照防伪贴纸，就会贴在我们护照的这一页上头第五页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这是第五页原来是属于加签页，那我们就会变成是一个我们给民众的出国前的小叮咛。